我们看这一题，他说哈，这个矩形 ABCD 啦，这是一个矩形，那点 FG 哦，就是 F 这 F 哈 ，G 哈，三等份 AB 啦，哦，这一比一比一。好，啊，现在呢，这个一哈，哎，一是 DC 的中点啊，所以这是一比一。好，啊，现在这个 EF 哈。跟 EG 呢交 AC 与这个，这是 H， 啊这是 J。好，他现在说哈，那矩形 ABCD 的面积哈，如果是70的话，那问这个三角形 EHJ 等于多少？啊，这怎么做哈？我们现在的话哈，来算一算哈，这个三角形面积是全部的几分之几，然后再来算说这个三角形面积是这个三角形的几分之几，那这样我就可以把这个三角形算出来。好，现在我们来看看哈，我现在给它做斜高，我就通过这一点啊，做一个斜高，哦，这个呢。这个我叫做 H1 啊，啊这一段叫做 H2。好，那么这个三角形哈，一，哎 CEH 哈，三角形哈 CEH 比上四边形 ABCD 哈，这个等于多少呢？会等于它的那个二分之一啊底哈 ，EC 啊乘以斜高，斜高是 H1， 哦，就是说这个面积跟这个面积的比哈，就等二分之一底乘斜高比上这个的底啊乘以底乘以斜高，啊会等于多少？啊除以多少呢？除以这个。这个面积的话是 DC 啊，它乘以斜高，斜高是 H1 加 H2。好，但是我们晓得哈，这 H1 跟 H2 的比哈 ，H1 比上 H2 哈，等于多少呢？这两个三角形是相似的，啊，相似的话哈。这两边长一样，所以这一边哈，可以看成是二分之一，二分之一的 DC 啊，那这一段哈是等于三分之一的 DC 或者是 AB， 所以这段看成二分之一，这段看成呢三分之一，所以 H1 比上 H2 哈是二分之一比上三分之一，二分之一比上三分之一，所以这个多少？这个是三比二。所以 H1 带3啊 ，H2 带2。好啊，但是 EC 哈又是那个 DC 的一半，所以这这是二分之一乘以这个除以这个是二分之一，那再乘以多少？我 H1 带 3，H1 加 H2 就是5啊，就3啊除以，所以这样多少？这样是二十分之三。好，那再来我们看看这个，这个，看这个面积哈，是整个面积的几分之几？好，这怎么做哈？我们先来看，这一段哈比这一段是多少呢？是二分之一啊，这一段比这一段就是 H1 比上 H2。好，那这一段是多少？这一段就是 CJ， 啊 CJ 啊。加上 HJ， 啊比上多少呢？比上 AH， 这多少？这是 H1 比 H2， H1 比 H2 就是3比2。好，再来看，我们再来看呢这两个三角形，这两个三角形的话哈，就是说哈，这个比这个就多少呢？二分之一比上呢三分之二，
就 CJ， 比上多少？CJ 比上这个 AJ 就是 AH 加上 HJ 等于多少呢？这一段比上这一段就等于多少呢？就等于这一段了，它比上这一段，这一段是二分之一，我写在这里了，我写二分之一比上了，比上三分之二，我就这一段比上这一段，所以这是四分之三。好，那我们就可以立两个方程式。我现在求什么？求这两段的比，这两段的比就等于这两个三角形面积的比。好，那这样的话我就得到，这是 CJ， 交叉相乘，两倍的 CJ 加上两倍的 HJ 等于三倍的 AH。 好，这个就交叉相乘是四倍的 CJ， 等于多少？等于三倍的 AH 加上多少？三倍的 HJ。 好，那我们要求得这两个的比嘛，所以要把 AH 消掉， AH 消掉的话我就给它相加，或相减，相减的话或是减上去也可以，减上去的话就两倍的 CJ 减掉两倍的 HJ 等于多少呢？减上去就消掉三倍的 HJ。也就是说这个两倍的 CJ 等于五倍的 HJ 这样。好，那这样的话 HJ HJ 比上多少呢？比上 CJ 就等于多少？就等于2比5了。好，那2比5以后所以我就晓得 HJ 比上 CH， HJ 比上 CH 就等于多少？因为这是2比5嘛，所以这个比上整段就是2比7啊，5加2 7 2比7。好，这个等于这个是等于两个三角形面积的比，这个比上整个就等于这个三角形面积比上全部的面积，就三角形EHJ 比上三角形 CEH，这样子。好，那这样我就可以算出来所以我就得到呢三角形 CEH 这个我把它乘过去嘛，二十分之三乘以三角形 ABCD 是70。好，然后呢把这个约掉，三角形 EHJ 就等于多少呢？等于是七分之二，乘以三角形 CH， 三角形 CH 就是这个，这是二分之多少呢？三乘七，七约掉，二约掉，所以是三，所以这个面积是三。我看了，没错，这个面积应该是3，这个面积应该是3，所以答案是3。